我们起40升。一二三四五，两根针极限的好方好数就是打的时候没那么紧。开始。划一声，上身划身，下身手针。留一针，留一针做边身。这盘我们都打下针。刚才划的那针这样打。意识循环这样打，记住要先打这一针，再把刚才划是上线划这针打了，再穿过这一针，先打是两针。留一针，我都习惯留这一针到下一排打。这针是刚才过，我们过线的那针，现在要两针一打，然后再过。
现在要划针，划一针，走一针。划一针，走一针，划一针，走一针。最后一针划线，好嘞。这个步骤跟刚才那步骤一样的，全部打下针，这里过，记住这根针要先打这一针，过这条线，一直循环这样打，现在是第四排，第四排一样的。划一针，走一针，划一针，这样我们现在知道第四行，知道第四排花型刚刚要开始，然后一样的打法，我可能要打到直排或者二十排左右，花型谁大体的看得出来。现在花型开始正排和反排都已经打两次了，继续循环，一直循环这样打。这花型很简单，只要你划针手针不错的，不会走错，它就打出来花型就简单漂亮。这花型我们就编织好了，有点像蜂窝状的那种，弹性这种弹性很强，这花型弹性很强。很大的一个弹力，这反面。